哎，这样。哎，哦，这就是昨天那个灭火器是吧？对呀，这是火场气喷进去的两个灭火器。是吧？是昨天这火在现场的是吧？你看一下，这里都过火了。哦，这都烧的这面目全非了，这都成这样了。2023年2月17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的工作人员，正对两只从火灾现场中提取的灭火器进行仔细查看。这个应该是干粉灭火器，哦，还有，有压力表的吧？这两个都是干粉灭火器，这个应该是，同样都是干粉灭火。他现在当事人说，这个灭火器灭火的时候没起什么作用。他就是当时喷粉的话，灭火效果是不是达没有达灭火效果啊？达不到灭火效果。那现在这个东西，因为这个灭火器已经这个过火已经比较严重了，而且他这个灭过火有这个当时就是灭火过程中他，人走了，然后罐儿流到那个火灾现场是吧？对对对，这个就烧成这样了。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两具灭火器是从一起火灾事故现场提取到的。经过初步调查，消防员了解到，正是因为这两具灭火器失效，没能够在第一时间及时有效地扑灭火源，才导致火势蔓延，最终引发了火灾。那么，这两具灭火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起火灾事故有没有人员伤亡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一场火灾事故的背后，引出重大安全隐患。灭火器达到不了这个灭火的效果，然后错失了这个最佳的灭火时机。明察暗访，问题逐渐显现，深入展开调查。积极采取措施，隐患能否消除？失效的灭火器，一线正在播出。2月16号，晚上8点35分的时候，接到我们支队指挥中心调度，有这个西华道，有一间杂货店着火。我们迅速出动2部消防车、16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在赶往火灾现场的途中，消防救援队的队员了解到，着火的杂货店位于天水市的一个小区居民楼1楼。杂货店内没有人员被困。我们赶到火灾现场的时候，火势已经处于这个蔓延状态，烟呢特别的大，火势处于这个向外这个火焰处于这个向外喷射的阶段。着火之后的烟雾它是向上蔓延，会对上面的居民呢是这个生命造成很严重的危险。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呢，到场之后呢是立即派出了4名这个疏散人员。在上楼之后进行对人员进行疏散，确保他们赶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减少最大的损失。在对居民楼里的人员进行疏散的同时，消防救援队对杂货店展开灭火工作。我们就是这个出水进行扑灭，因为它这个难度也不是很大，就是这个烟气大一些，所以说用水就可以完全把它扑灭掉。整个火势呢，大概用了大概有个5分钟内，基本火势呢就是说蔓延的已经控制住了。但是它是个杂货店，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塑料制品这些，它一下它把它灭不掉，它里面就是说你水箭打下去，已经流掉，它有应燃的部分呢。我们呢利用火钩，这叫边钩边拉出来，边翻个，你知道，这样的进行了一个灭火，大概用时这个10几分钟，我们就说
把这个火灾呢就是基本上就扑灭了。扑灭了后呢，就是我们房子这个灰复燃，我们在这里观察了还有十几分钟，哎，就是再没发生这个灰复燃现象。从消防救援队赶到火灾现场到最后把火扑灭，整个过程用时20多分钟。虽然火已经被扑灭，但是消防救援队的工作并没有结束。接下来消防救援队将会对这起火灾事故的原因展开调查。根据这个火灾事故调查规定，大于损失大于1万元以上的，我们都要进行这个火灾事故调查，而且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火灾事故延伸调查相关规定，我们对它也这个对它这个火灾原因要进行一个现场勘验，对当事人进行一个询问，了解这个火灾情况，是的，它是起火点、起火原因、起火部位都要进行一个了解，对它整个这个火灾这个成因都要进行分析，最后形成一个火灾事故的原因认定。火灾调查最重要的就是查明我们的起火原因，当进入这种场所之后，首先我们需要的是调查走访当事人，然后了解火灾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对火灾现场进行勘验，寻找发现和火灾原因有关的痕迹物证，然后最后确定我们的起火原因。先拍摄一些照片，把这个火灾火场的原始的这个形象用通这个照相摄像的手段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确定啊。确定之后，咱们再深入看，通过这个烟熏的痕迹啊，火烧的痕迹来说，判定这个火灾是从哪个地方发生起来的，哪个部位发生起来的，也是通过那个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向进行蔓延的啊。把这个大方面确定好之后呢，咱们就可以精确到那一块，就是起火区域，就是发生火灾的那个区域进行专门的这个勘查。勘察的话呢，也是首先你要在勘察过程中呢，一边你要进行这个勘验进行记录，同时要附带着拍照摄像，同时还要绘图。负责火灾现场调查的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结果发现失火的杂货店面积并不大，平时有人员在杂货店内居住，属于三合一场所。我们当时过去的时候，杂货铺里面的许多百货都已经大面积的烧损了，整个货架也有的倒塌了，这是典型的三合一的场所，就是生产、住宿、生活，生产、经营、住宿在一起的，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对。据消防救援队工作人员介绍，失火的杂货店本身没有达到消防安全的要求，存在安全隐患。是一般就是这种场所，设置的不是特别规范。一般都不符合我们的消防技术的标准要求，防火风格、安全疏散这方面都有欠缺。比如呢？比如是没有设置我们的，比如说就是生活区与经营区域没有进行防火风格处理，然后就是我们的疏散通道也有的时候被货物占用堵塞。那么这起火灾事故究竟是怎么引起的呢？在对火灾现场进行调查后，消防救援部门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呢？对火场的一些痕迹，包括一些物证进行提取，完了之后结合这个询问，最后得到这个起火点、起火部位一个初步的判断。有些我们比如说是有这个燃烧痕迹、碳化痕迹，或者说是这个燃烧的熔铸，这些我们还要进行送检，然后由这个专业的机构对我们进行一个得出一个结论，辅助我们最终得到这个起火点、起火部位，包括起火原因的一个认定。在确定起火原因的同时，消防救援部门也对当晚杂货店内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结合杂货店工作人员的描述，消防救援部门最终确定杂货店起火的原因是由于线路短路造成的。就通过电源了解，他是突然闻到了，就是类似于这个胶皮、电线、塑料烧一点烧焦的味道啊。他刚开始也没当回事，以为说是可能门口啊有饭馆嘛，还有以为是饭馆的什么味道飘过来的。
结果他突然过了一会儿，发现那个味道越来越浓，啊，而且稍微感觉他们那个杂货店里面有点烟雾，他就起来查看了一下，然后他发现是那个地方有个电线接头有这个打火的痕迹，那个已经把那个绝缘胶皮烧得冒烟了啊。通过目前现有的这个调查进度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初步拟认定的这个结论，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杂货铺西北角的那个上方穿的那个电器线路，因为常年没有保养也没有更换啊，年老电器线路那个外绝缘层老化脱落，导致这个线路打火短路引起的这个火灾原因。杂货店起火原因已经确定，但是在对杂货店工作人员进行询问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描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消防救援部门的重视。结果一看它就有一点小火苗，我想着就拿灭火器就喷一喷应该也就灭了，因为店里都是有灭火器嘛，我就拿那灭火器先拿了一个先去喷，结果那个灭火器喷不出来粉末，我想着是不是操作方法不对，但是看了一下又合适着呢，我就又拿第二个喷，但是第二个就喷出来那个小粉尘啊什么的，发现第一个灭火器没有喷出任何东西，他就随即转手拿了第二个他的店里准备的灭火器，发现第二个灭火器呢喷出了少量的东西，不足以控制这个火势，火势就迅速的蔓延。因为刚开始我也说过了，这个它的这个店很小，但是堆放的可燃物的密度很大，所以说立马就造成了火势的迅速蔓延，最后来不及只能报打了119。杂货店工作人员刘女士先后使用了两支灭火器，但是都没有起到灭火的作用，杂货店内存放的易燃物品迅速燃烧起来，直到消防救援队赶到现场后才将大火扑灭。灭火器就是这个初期火灾发生的阶段蔓延之前，扑灭这个灭早灭小灭初期，灭火器是都是很有这个作用的，它会将这个火势遏制的这个萌芽的状态，不会造成这个蔓延，从而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火势一旦蔓延起来的话，如果说是有足量的这个灭火器的话，也是可以达到这个阻碍火势蔓延的一个效果，但是就是从我们这个杂货铺配备的这个数量来说的话，是很难能够遏制住我们这个火势的蔓延。杂货店的火灾事故是因为店内线路老化引起的。在火灾的初期阶段，可燃物燃烧面积小，火势弱，火势发展比较缓慢，这是灭火的最好时机。如果能够正确的使用灭火器，就能够迅速的扑灭火源，防止火势蔓延。然而杂货店发生的火灾事故恰恰是因为灭火器失去了作用，没能够在第一时间扑灭火源。那么这两具灭火器为什么起不了作用？他们是从哪里购买的呢？消防救援部门决定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展开深入排查。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全面摸排，查找安全隐患，追根溯源，隐藏在深处的目标能否浮出水面？失效的灭火器，一线正在播出。杂货店里的物品被大火烧毁，杂货店的刘女士对这起火灾事故记忆犹新。里面东西全部都烧毁了，基本上，就因为我们在这里面也投入了很多嘛，现在基本上都用不了了。当时你想是晚上8点多，那时候都有人在呢嘛，你说那要是晚上我们谁睡到里面看着电呢，万一着起来那咋办？人幸好没受伤，要受伤了，哎呀，我现在想起来都什么都觉得后怕，幸好是人没事。万幸的是火灾事故中并没有人员伤亡。值得注意的是，这起火灾中由于杂货店内的两只灭火器功能失效，最后才导致火势蔓延，因此消防救援部门对这起火灾展开了延伸调查。我们在这个延伸调查过程中呢，就是关注的就是一个灭火器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是灭火器是完好的话，
它是不会发生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产生那么大的火灾。我们提取灭火器之后呢，首先要对灭火器进行一个固定，它是我们这个火灾调查中的一个物证，也是现场发现的一个证据。虽然在火灾现场提取到了灭火器，但是因为被大火烧蚀，因此两只灭火器已经达不到送检的要求。再进行深挖一下这个事情。这个，反正我建议他这个还是找一下这个，就是他这个这个当事人他是从哪里买的灭火器啊？对啊，或者是从哪地方这个充装过的，看看再继续这个调查一下。不然的话，你从现有的这个现有的这个表面这个现场的话，我们也无法判定这个灭火器到底是有问题还没问题。那就下一步对这个火灾当事人这个询问的进行询问的时候，把这一块尤其他这个消防产品的这个来龙去脉再进行一个详细的询问，了解一下他这个灭火器的当时这个来源他日常这个使用保养这一块进行一个深入了解。对，不然的话，因为当时这个按他道理来说，他那个小火拿这个干粉灭火器应该可以及时控制住的昨天火灾现场我们也看了，对吧？他那个燃烧也比较严重，这可能也就是当时这个灭火器没有起到这个良好的灭火效果以后，导致这个小火变大火了。对，就是烧的这都调查一下它这个消防器材来源是哪里。对，天水市秦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的工作人员对刘女士进行了询问。据刘女士说，店内的灭火器应该在一个消防器材维修点进行过灌装。灭火器是那个好像是固定的，我们老板有个固定的联系方式啊，就是因为灭火器使用年限好像还挺长的，就是说没有粉了，然后他就去灌装一次，就去灌装嘛，然后就可能是老板拿到固定的点上去灌装的。按照刘女士提供的线索，秦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灭火器维修充装点位于市区的一个综合市场内。经过调查，锦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的工作人员发现，灭火器维修充装点的大门紧闭，里面情况不明。灭火器维修的这个充装点的这个负责人，他有一个联系电话，我们通过这联系电话也询问联系到这个老板，但是老板我们说明这个案情以后不是很配合，后面这几次询问联系也电话一直无法接通，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我们也无法联系到这个人。后来我们也是通过向这个公安部门进行一个通报，也要求寻求这个公安部门的这个配合，对他进行一个这个啥对他进行联系跟传唤，然后后头找到这个充装点这个负责人。2023年2月25日，天水市秦州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公安、市场监督管理局展开行动，对综合市场内的灭火器维修充装点进行突击检查。平时就在这个里面做那个消防器材的这个相关的生意吗？这边的这个都是空罐，平时让人收回来。你这都哪收的？也就是一些平时，反正到处找嘛，找着收。有时候有回收的人打电话，就是我们过去拿。这个是我们的灌装设备，然后灌好，这边灌好以后就放到这边。你这充装的消那个灭火器充装有资质没？没有。没有，你这个怎么充装？你会充装吗？这个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很简单。那你现在这个充装的话，你量能充够吗？这个充不够，基本上就凭自己的感觉什么充，肯定也充不够。你这干粉的这个生产的这有没有相关检验报告？没有，什么都没有。你这有没有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也没有。也没有办营业执照？没有。在检查现场，灭火器维修充装点的老板王某交代，他是在2022年10月份开始从事灭火器维修充装生意的。这个小作坊
并没有取得这个相关的资质，而且从业人员呢也没有进行过培训。再一个，我们也了解到他没有，并没有办理相关的这个营业证照。他这个设备只有一个这个，就是把那个干粉冲进去的一个这个一个设备。他你像这个其他水压实验啊这些，他都这些都没有，啊，那是很简陋的一个，只不过是把往里面灌点粉，冲点气，这种情况。但它设备肯定是达不到要求，就是一个随便一间库房在里面在这个生产，它的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用都不好说。王某开设的灭火器维修冲装点属于无证经营，维修冲装灭火器的设备也达不到要求，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查扣了生产窝点内的灭火器。我们就依法对你的这个场所进行查分啊，下一步你就接受调查啊。我们把他这个小作坊内的这个灭火器啊进行没收，这个案子也和他以及他的这个加工生产的这个工具啊进行没收，因为他也是无照经营，就无照经营的话，这个市场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对他这个经营场所进行了查封。这个后期市场监管部门也会对他进行相关的处罚。在相关单位对维修冲装点内的灭火器进行检测后，结果为不合格产品。现在火着起来时，咱们使用这个不合格伪劣产品，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开始，看是，一点都没有。你看现在这个干粉也喷不出来，还这个压力啊，压力也不足。初期火灾的这个时间也就过去会的影响到我们这个火灾会越着越大。现在我们用这个合格产品的灭火器，针对这个初期火灾，可有效的第一时间能扑灭这个初期火灾的这个燃烧，可以控制火势的蔓延。现在咱们开始。好，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咱们这个初期火灾也扑灭了。这个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对一起火灾事故的调查，天水市秦州区消防救援大队发现了不合格的灭火器。秦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查封了维修冲装灭火器的窝点，同时查扣了还没有流向市场的不合格灭火器。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灭火器，关键时刻根本起不到灭火的作用，很可能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甚至会导致人员伤亡，引发重大火灾事故。那么，除了秦州区查获的这批不合格的灭火器之外，天水市其他辖区内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问题呢？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天水市消防救援支队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排查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各级消防救援部门会不会有新的发现呢？明察暗访，新的线索再次浮现，重拳出击，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失效的灭火器，一线正在播出。为了在全市范围内消除类似的安全隐患，天水市各辖区消防救援单位积极行动，对辖区内的重点单位、重点场所展开摸排。我们甘谷县这边有64家重点单位，然后，我们连同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咱们派出所，对临街的这些酒小场所、小铺面也都进行了检查。重点单位这块检查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些不放心场所，或者说是它的这个火灾负荷比较大的这种场所啊，你像我们的这个商贸城啊，还有一些个别几个大的比较大的这种超市、地下超市啊，这些场所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我的工作证啊，好，灭火器这块给我拿一下。这灭火器一看已经失压了吧，那咱们提着这边放着看去。
这具灭火器，你看它首先这个压力是不是？嗯。看见没？这个指针在哪？嗯，看到了。指针在哪了？对，指针在红色的区域，咱们就可以直接判定为它属于不合格的消防产品。嗯。啊，这个咱就要及时进行更换的。啊、哦。明白吧？啊，然后这个按照我们的日常执法来说，咱们首先下一发的是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你在规定时间内把这个药进行更换，如果不更换的话，然后到期我们复查的时候不合格，我们就要进行处罚。行啊，这个灭火器现在是什么情况出现的？发现这个灭火器就是说是咱们现在的灭火器上它该有的东西，就是说咱这个标识上该有的东西它是有的，但是通过它的这个我们的消防产品信息网去查它的这个证书编号这块是查不到的，也就是说在咱们消防产品信息网它没有备案，包括咱们这个身份标识贴上它这个二维码的这个扫码也是扫不出来的啊，这个可能就是不合格的消防产品。从摸排的情况来看，重点单位和重点场所都配备了灭火器，但是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我们通过这个当时检查了个别灭火器它存在的这个3C 认证，有的灭火器上没有3C 认证，有的灭火器上呢它的这个证书编号我们在这个消防产品信息网直接就查询不到啊，它这个市场准入上就有问题，对于这类产品就存在可能是假冒伪劣产品啊，我们下一步就要把这些东西这些灭火器啊什么这些消防产品要收缴，然后进行送检。一般我们在检查过程中通过这个查询不到或者是它不符，就可以判定为不合格的消防产品。天水市甘谷县消防救援大队对重点单位和重点场所进行了明查，除此之外，记者还跟随消防救援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甘谷县经营消防器材的店铺进行了暗访，在暗访的过程中又会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哎，你好。你好，需要点啥来着？我随便看一下。好，再看一下。我们这基本上消防器材全部都有。嗯。啊，你们是看需要啥？干粉的、泡沫的，还有这二氧化碳的都有。就这几排都是干粉的。好，这四公斤啊。啊，这是四公斤的。哎，这沉得很，给你换桌子。好好好。这一个多少钱？这一个90吧，给你算90啊。90，便宜一点。哎呀，这确实不能骗，我也是今天也没开张，那你过来了，我是给你买上，这90块钱，我一般都是95、100啊。老板告诉我们，四公斤的干粉灭火器一支是90元，可以保证质量。质量绝对嘛，你看我这，营业执照呀，这你看，单子都在这放着，前几天刚时间呢，市场监督的过来检查了嘛，你看这检验报告。老板说，干粉灭火器的价格不能再低了，价格再低，质量就不能得到保证，并且给记者拿出了一瓶低价的灭火器进行讲解。我有几个朋友也开店的，他说40块钱买过，你别说40块钱，嗯，你这不是20块钱都有、嗯、啊？我这还刚好，我给你看一下，不一样吗？你看啊、哦，他这不是小，这我刚好就在这放着呢，前几天刚好。人家过来有一个客户嘛，东西不一样吗？那不一样嘛，你看它平大平小咱们不说啊、哦、这个东西就是假的，那就是一眼假。那怎么看，我们也看不出来，你上面这些东西都有。你看你们肯定看不出来。第一个啊、哦、你看我们的这个瓶看见吧，嗯，它是有二维码的，嗯，但你一扫它这个瓶子的什么时候检验的呀，它这个瓶子的合格呀是什么都有，手机上，嗯嗯，你看这个瓶子啥都没有。嗯，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凭我们的经验，那个手一拿一掂，嗯，它这个分量就不够，嗯，哦，你看这，你等一下啊，咱说起来了，让你看一下，好，来，你看一下，嗯，你看它这个重量，看吧，嗯，1.4，是不是？嗯，那我给你拿一个我的，哦，来拿个我的，你看一下。哦、看到没？1.8，它这个是有标准的，你这个不能低于1.8，低于1.8就肯定是不合格的。那你试一下，自己试一下这个轻重。确实重点了，是吧？嗯、哎，但我这店里买的绝对是真东西。你看这假东西，你过去比别人40的还贵了，你还不要？这20块钱你要不要？那肯定假的就不能要。这个、东西啊，你就是要，我也不敢给你买。老板说，这只低价的灭火器不是他们店里的货品，
是一个客户留在店内的。这不是我店里的，这是啊，前天吧，应该是大概前天有个过来说他这要检修一下空蒸汽，我是一上手一拿，我说这假的嘛，你咋用？嗯，然后是拿假，这我就给他说了一下，这人家的人也咱也老都熟悉，啊，那假的他不要，那就没啥用，危险还。那我就给他又拿了个新，买了个新的，他拿走了啊，这个我就留下。有买的假的，我就让他看一下，假的是啥样的，是不是？据老板介绍，这只灭火器之所以说有质量问题，意思就是里面的干粉没有充够量，使用的时候很难达到灭火的效果。和老板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在甘谷县可能有一个灭火器维修充装点。那里充装的灭火器干粉的充装量是达不到标准的。我要听别人说的，是在那个辽庄的那边吧，好像是有一个，哎，就我刚才给你们看的这个假的这个啊，他给我拿过来的时候，就是他上一次是在辽庄那充的。离开这家消防器材商店后，按照老板所说的位置，记者和消防救援部门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这家灭火器维修充装的店铺。好，哎，那个，您这个需要检查吗？我是什么灭火器？灭火器，你看这有两种，你看哪种呀？那个大的小的？小的吧，小的这种70块钱。当问到有没有便宜的灭火器时，老板向我们推荐了一款。这多少钱？这个40吧，品质都不一样。哦，品质都不一样啊。嗯，对。你这个是多少？这个四十，我感觉差不多。这个，哎，它这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它是。我感觉这个稍微轻一点是吧？嗯，这个轻一点，这个感觉。装的稍微少一点，这样的一个是。这种40是吧？对，这种40。那这种质量有保障吗？就是，质量也有保障，但是稍微有的地方就是稍微次一点吧，便宜一点吧，反正便宜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嘛，便宜的就是次一点吧，就是这个有的东西装的少。老板告诉我们，2公斤装的灭火器价格是70元，便宜的是40元。40元的灭火器是他们自己充装好的。因为充装干粉的量不够，所以会便宜。不好使，用着不行的话，能退换吗？换一下，可以。这个便宜的这种的价钱就下来了，那肯定是换不了了。这种就有保保证的，这种的肯定是没问题啊。只要那种换了就这种好的这种就有问题啊。很贵的。或者过来怪坏的这种就可以过来换。那便宜的这种就没办法，这是吧？便宜的价钱都下来了，你就说也不赚钱也是。你这就不能退，对，不能退。这个便宜这价钱都下了，便宜那么多，那肯定退不了。接下来，消防救援部门联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这个灭火器充装店铺进行了查处。对于查获的不合格灭火器，天水市消防救援部门已经进行了集中销毁。灭火器是最常见的消防器材之一，在刚发生火灾时能够及时有效地扑灭火源，从而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反之，如果灭火器的质量不合格，那么生命财产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生产制造不合格的灭火器，他们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在此，消防救援部门提醒大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途径采购合格的消防产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